中花水中月，虚无缥缈人挂念，前路漫漫回忆挥袖看淡，这山河万里天阔云间，心不倦光不灭，愿此生无恙终可见，从容谈笑间战胜初年，携手踏破了流年，未经破硝烟，风起平余生与你并肩，我愿一朝入梦，万世入空，天不随人愿，心中图腾耀眼，窗前半世恋，跨越爱恨情牵，生死之巅昂首这一边，笑看风起云太子殿下，我可找到你了，你可不要想不开呀。秦嬷嬷，你忘了，我早已经不是什么太子殿下了，我现在只不过是被母上废掉的一颗棋子罢了。你是不是对我很失望？我是不会对殿下失望的，我知道殿下您做事一定有你的理由。放心，我已经决定要和君北月开战，是我的，我就一定要争回来。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把这封信交给雪玉的手里。殿下，你要跟雪玉合作？你既然选择留在我身边，就要相信我的决定。是，娘娘，十两最近好像很少进宁屋。他跟顾惜忙着照顾兵团，肯定没时间。可是我见他最近常往婉夫人屋里跑。我没有时间，他陪着夫人聊聊天也挺好的。娘娘，我觉得十两最近心思不定，看上去十分不对劲。他年纪小，又没读过什么书，偶尔叛逆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多跟他谈谈。娘娘心里有数就好。嗯。婉夫人，您来了。你接着谈，我在附近散步，听着这琴声不知不觉就走进来了，没打扰你吧？不打扰，我也只是随便谈谈。请坐。上茶。这把匕首。哦，这个是北月送给我的，我知道这是您留给他的。北月送给我，您不会不开心吧？说哪里话呀，咱们现在是一家人，在你这里在他那里都一样，并无区别，你就好好收着吧。嗯，其实这把匕首跟我也挺有缘分的。哦，此话怎讲？我小的时候
在我娘那儿见过这把匕首。你娘？你娘是？她是天阙韩府二夫人，不过她已经去世了。她是怎么死的？当时我还小，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只记得府上的下人说，他是去上香的时候偶遇歹徒坠崖而亡。没想到他是那人的女儿。怎么了？啊，你娘可是叫木慈？你认识他？是啊，这把匕首就是你娘当年送给我的呀，如今也算是物归原主了。你们怎么认识的？当年我离开孟族的时候，便游历龙渊各地，在途中结识了卢家主，便与他一起到了流仙岛，在那里偶遇你娘被人欺负，我出手相助，打跑了歹人，从此便与你娘成了朋友。他弹得一手好琴，常常邀我一同听琴赏景。可是当时去流仙岛的时候并未听卢家主谈过此事啊。他整日忙着家族事务，哪有空关心我在做什么，自是不会提起。嗯，那我娘为什么把这把匕首赠给您啊？后来我离开了流仙岛，便与你娘分开了，没想到几年后竟又在天阙城相遇。那日我们一众嫔妃到相国寺上香祈福，离开时我坐在马车上竟看到了你娘，无奈我的身份不便下车与她寒暄，便遣了婢女前去传话，没想到回来竟带回这把匕首。她拜托我一定好好保管，我虽不明所以，但为了完成她的嘱托，多年来如同珍宝一般收着，即便是后来离宫也是放在了北岳身边。从那以后你还见过我娘吗？再未见过。没想到那日一别竟是永别。方才你弹的曲子很好听。这曲子也是我娘生前弹的，我也很喜欢。这个调子好生熟悉，我以前好像听你娘弹过。是吗？嗯，她弹的时候好像说过一句找什么地方，所以我有些印象。什么地方？唉，时间久远我也记不太清了，不过有一个名字很特别，我倒还依稀记得，好像叫做无邪深剑。无邪深剑。你们打算去无邪深剑？是啊，子晴的母亲生前提到过此地，所以我们需要去一趟。既如此，我也跟你们去。娘，那边什么情况我们还不清楚，不知是否有危险，您还是留在王府的好。放心吧，娘虽不年轻了，但毕竟行走江湖多年，遇到事儿还能帮上你们的忙。况且我与慕慈交好一场，他的事儿我理应尽心尽力。那既然如此就一起去吧。嗯，那娘辛苦了。一家人说什么辛苦不辛苦的，若你们还是不放心，不如就把十两带上吧，有他在身边照顾我，你们还可省下许多心。好，就依娘。百利卫生，难道本王的家事你也要插一脚吗？
事关我们家小晴晴，怎么就你君北月的家事？去哪儿？我也要去。你再说一遍。他不能去。为什么？事不宜迟，我们明日出发。我为什么不能去？听到了吗？他说不让你去。哎，为什么我不能去啊？为什么？真的吗，婉夫人？您这次真要带我一起去？当然是真的。这次啊，亏得你心思细。提起你家娘娘正在寻找什么琴谱，唉，否则我哪有机会帮自己旧友的女儿？没想到我与子晴竟有如此的渊源呢。夫人放心，这一次啊，沈亮定好好照顾夫人。其实这次我带你去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北月多点机会相处，顺便能长长见识，将来啊好成为他的左膀右臂。夫人让沈亮做什么，沈亮便做什么。你放心，我做的事情都是为了你好。婉夫人，那石两能帮您做些什么？到时你见机行事，配合我就好。嗯。殿下。尹公公。殿下，王上急召你入宫啊。你也看到了，本王有急事要出天阙，你现在回去帮我回禀一下父王，说等我回天阙之后便去面见。殿下不可啊，王上召您入宫定是有要事相商。殿下不能违抗圣命啊。北月，咱们这次是秘密出行，还是不要惹人怀疑的好，若惹怒你父王，势必会对我们的行动有所牵连。有点意思啊。是啊，你先去，我们等你回来再出发。无妨，我们可先行出发，你脚程快，赶上来即可。影子在，你随王妃一同出发。是。路上小心。嗯，快去吧。走吧。是。走吧。娘，一路辛苦了。不辛苦。哎，天色已晚。你愣在这儿干什么？我们正好去借点火。你等北月，都快饿死了。我已经让石亮去拿水了，咱们先喝点水，休息一下。嗯。娘娘，小生，尝尝这个。你觉得子晴的婆婆怎么样？什么怎么样？不就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呗？非也。看人不能只看表面，从面相上来说，这个人绝对不是等闲之辈。这老婆子指定不简单。不知合不合您胃口？难怪。好吃。你是担心韩子晴，才非要跟过来的吧？哎，跟这没关系。说她婆婆呢？哎，我劝你啊，还是省点心吧。四王子那本事大着呢，才不用你在这瞎操心。哎，别弄你那破柴火了，他们那不吃着的吗？找他们要点柴是我捡的，还要我去要吃的？你干点。我是你师弟还是你？那人长得不像好人，我不想招惹他。去吧。行，我去，我去捡，你别吃。咱们吃完了东西再多歇息一会儿。好。子晴姐姐，你们吃什么好吃的呢？饿了。嗯，糕点。哎，你怎么都拿走了？哎呀，我跟师兄两个人。给他吧，给他吧，他个大能吃。那我就不生火了啊。吃吧吃吧。我拿来的，你别吃。你能吃这么多？
像。有点深呢，应该就是这里了。现在天色尚早，不如咱们赶紧下去。这么冒失太危险了吧，我们整顿整顿再出发吧。好，我们还是休息一下，等北月来了再一起走。子清，不如我一个人先下去看看，帮大家探探路。婉夫人这么厉害，这么深你也敢下去？深藏不露啊你。哼，我行走江湖多年，自然是有些本事的。子清，北月到现在还没来，想必是进宫被王上绊住了手脚，一时过不来。我们一直停留在此地也不是办法，不如趁天色还早，我们赶紧下去。也行，那我们就尽快出发吧。嗯。影子，你派人留下来接应殿下。是。那我先下去了。娘，太危险了，我先来吧。哎，那我第二个。你小心。没问题了，下来吧。殿下还没有赶来。嗯，你们几个都留在这里，等殿下来了接应殿下。是。果然如须臾塔里的书中记载，巫邪深涧底下确实有座金蛟宫，这里应该就是金蛟宫的前殿。
这里好像有人居住。师兄，你怎么了？这味道很熟悉，但是想不起来了。味道？先祖果然在此处设立了许多结界，前殿都是些防御性的小结界，大的结界应该都在后殿里。你们什么人？竟敢擅闯弥天深海？弥天深海？深海？这里没有水啊。不好意思，我们只是误闯进来。麻烦你去禀报一下你们家主子。金蛟宫里怎么会有人？书中记载金蛟已经灭亡了20年。怎么回事？什么人竟敢擅闯本少主的地盘？不好意思啊，我们不是故意闯入的。你是谁啊？你们是闯入者，竟敢质问本少主？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吧。放箭！就凭你们也是来这儿防卫的？又看看自己几斤几两。走着走。我们不想打架，你告诉我们，这里做主的人到底是谁？快说！是我娘。你娘在哪儿？娘，娘，快来救我！娘，张开！娘，你们是什么人？为何要抓我儿子？他应该就是这里的主人。快放了我儿子！影子，娘，别误会，我们不是来找事儿的，我们只是想……娘，别跟他们废话了，他们打我，在我的地盘打生物的儿子，今日你们一个都别想走。小心！他们是银蛟。我们是银蛟，是这弥天深海的主人，而你们来错地方了。杀了他们！Hey!
我们营救的弱点。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知道的？这个孩子是什么人？他只要扎中他的晕血，便能不费吹灰之力将他关进结界里。小生，小生，小生，还好他闭着气，暂无大碍。在我的地盘撒野，我要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你们欺人太甚！为什么要杀我们？因为他是金教全族的敌人。你说什么呢？我什么时候跟你结的仇？你什么意思？他手中的匕首是赤金灵所制，而拥有赤金灵匕首的人就是金教全族的敌人。儿子，不要相信他，不要相信他，他是个骗子。你说什么？证据呢？是啊，你有什么证据？这把赤金灵匕首是他母亲的遗物，与金娇有什么关系？赤金灵是金娇胸口上的灵，无亲不罪，没有金娇会主动将此灵片交出的，除非是被杀戮。那金娇一族呢？现在在哪儿？我父母呢？金娇一族和您的父母都在当年南诏那场攻宴上全部死在了孤岛人手里。儿子，不要相信他，不是这样的，娘在这儿。你说明白的，我听不懂。当年孤岛人魁攻破南诏宫殿，金娇一族为了保护众人拼死抵抗，死伤惨重。你的父亲金娇王发现赤金灵可以杀死孤岛人魁，所以毅然拔出自己身上的赤金灵，让金娇战士们作为武器抵御孤岛人。所有金娇人纷纷效仿，献出自己的赤金灵，但是没有了赤金灵，金娇也活不下去，最终在那场战争之中全部战死。而他手上有赤金灵制作的匕首，自然与当年那场杀戮脱不了干系。娘，伟生，用他们心口的赤金鳞片炼了一把能量巨大的匕首。
这把匕首真是你母亲的？那他也参加了当年的宫宴战斗是吗？那他也是对金娇一族举起了屠刀的孤岛人之一是吗？这把匕首就是他用金角战士胸口的金鳞炼制的对吗？伟生，我们先搞清楚情况。啊，伟生，你别激动啊。子晴的母亲有这把赤金鳞匕首，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孤岛人啊。兴许是他母亲用赤金鳞炼成匕首，好用来对付孤岛人啊。韩子晴就是孤岛人，他母亲当然也是。什么？子晴，你是孤岛人？所以说你早知道真相，假意跟我做的朋友，对吗？不是的。江湖上一直有孤岛人的可怕传说，我还以为只是传说而已，没想到孤岛人真的杀戮成性，竟做下如此恶行。夫人，事情并未证实，不要妄言。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很震惊，孤岛人怎么可以这样？人证物证皆在此，还有什么可解释的？白鼎公子，你不要只听一面之词。我家娘娘，我父母被孤岛人所杀，我刚出生就成了孤儿，你懂这种滋味吗？你冷静一点。我要为我父母报仇。韩子晴，母债子偿。你白鼎伟生，如果你执意刁难我家娘娘，就休怪影子无礼。从现在起，我们已经是敌人了。银娇兵听令，在。我以金娇尊主的身份命令你们，抓住他们。是。若百利卫生杀了他，我可就前功尽弃了。不如用逆身锦将他暂时藏匿在这深海，过后再来带走。他们的目标只有我一个，你带着大家走。娘娘，我留下，你们先走。你放心，我没事，你们不走就都得死。走。结界，两个时辰后方能打开。娘体力已经耗尽，
这是哪里？这儿怎么这么眼熟啊？是不是以前来过这儿？什么人？擅闯流仙斗？啊，原来是四王子殿下。好了，明离，通知我师父，说我来了。是，快去禀报家主。北月，此地不宜久留，咱们还是先回天阙吧。娘，你受了伤，我先把你安置在这里，好好的养伤。我还要想办法去救子晴。走吧。跟上。北月呀、啊，你说你们要过来，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啊？师父，事发突然，有事相求。哦、娘，您和我师父是旧识，就不用我多加介绍了。陆家主，咱们又见面了。婉约，你真的是婉约吗？太好了，你还活着，还活着。婉约，这么多年，我一直记得当初我的许诺，陆家的内功我悉数地传给了北月，而且还治好了他的病。我总算对你也有个交代了。婉月，我是真没想到，今生我还能再次见到你。陆家主，你对北月的恩德，我这个当娘的万分感激。如今有缘再见，容我给您行个大礼。聊表谢意啊！不不不，莫要如此，莫要如此啊！北月，快扶住你娘。老爷。啊。老爷，贵客盈门，况且他们还带着伤，不如里面请说话吧。哦。这位是嫂夫人吧？婉约，这厢有礼了。我们家老爷这些年心心念念的都是姐姐你。跟姐姐相比，我无足轻重，不敢受你的礼。里面请吧。好，里面请，里面请。北月，快扶着你娘。北月，快扶你娘坐下。北月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都受了伤。尤其是这孩子伤得最重，一直昏厥不醒。师父，快找人帮他看一下。好的好的，夫人呐、啊、快请华大夫来，把这个孩子安排到内室。是老爷，影侍卫请随我来。石良，你也跟着过去看看吧，照顾着点。是婉夫人。来来来，这边快快来，来慢点儿。腊梅，这几天你来照顾这孩子，不得怠慢。是夫人，我来就可以。你既是客，还是由他来吧。没关系的，卢夫人，还是我来吧。也好，腊梅，去端盆热水来，我看看华大夫来了没有。是。殿下这伤中的是焦毒，我已经用药物清除了，但切记在愈合之前万万不可沾水。大夫，我这腿伤何时能痊愈？没十天半个月恐怕难以愈合。老爷，嗯，我去看看那个孩子。好，你去吧。哎，既然如此，北月，你的腿伤还没有痊愈，就不要再冒险了。救子晴的事情，我看还是从长计议吧。
北月，都怪娘，要不是为了保护我，你的腿也不会受伤，子晴也不会被抓。你说子晴他会不会已经……娘，你先安心的养伤，子晴的事情我会想办法。师父，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的腿伤尽快痊愈？你放心，我马上派人到青色山谷去打听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好药，只要好用，我一定给你弄回来。不行，我不能让他们把韩子晴救出来，他必须留在无邪神界。哎呀！来人，来人呐！娘，马上扶着夫人到客房去休息。就是太累了，是睡一觉就好了。啊，华大夫。这孩子怎么样了？回老爷，这孩子中的也是焦毒，元气大伤，需要些药物固住元气。那他什么时候能醒啊？这个不好说。夫人呐，按照华大夫开的方子，马上去抓药。是老爷，华大夫，请随我来。是。婉月，不是说让你回房休息吗？你怎么过来了？啊，我不放心这孩子，来看一眼。婉夫人，没想到他师兄是这种人，竟然置我们于死地，我们还要救他。胡说什么？小生只是个孩子，与他何干？别再说这样的话。是婉夫人，奴婢知错了。婉月，我已差人安排了晚饭，一块儿用晚饭吧。嗯，石亮，好生照看这孩子。是。婉夫人，婉夫人，小生她是个女孩子，当真？方才华大夫生药的时候发现的，小生。的确是个女孩子。怪不得我看她有些不对劲儿。石亮，若是这孩子醒了，恐怕有些不妙。弥天深海的事儿，她好像看到了什么。夫人的意思是？我的意思你懂的，对吧？天长，永世不忘。
重阳，划破时光飞到你身旁。愿流光穿过黑夜迷惘，照亮我曾经找到你的地方。人地久天长，人非也各是重阳，划破时光飞到你。Oh.